我是带着全村人的希望来的。你是哪里的？柳州的呀。李俊天他在吗？对。是三碗一两哦。对。一碗啊。好。两碗。好。三碗啊。好的。不愧是我们柳州人。帮我放中辣。中辣是吗？嗯。好的。来，美女，祝你挑战成功啊！谢谢。我有点忍不住了。我也开了半个小时啊，好难找啊，阿宝那边过来，而且不熟悉路嘛，老是走错。我是带着全村人的希望来的，带着阿宝人民的希望。对，都说我这个小个子好像吃不完。你拿这个手拿来吹风。好，你左手。我一旦在正式场合，我就会有左手。这样凉，哎呦，左手抓。所以证明我很注重嘛，是吧？是吗？可以了，来，那我开始。好。来，美女，祝你挑战成功啊！慢点啊，阿妹，你看你跟我一样瘦，我都不吃得，你吃得下吗？吃得上。哇，小小身体，大大能量，加油！嗯。美女，你是我们这里挑战者目前颜值最高的哇！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等一下，我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啊。你也是我们这里唯一一个用左手的。嗯。不烫吗？嗯，特别是酸笋，好开胃啊！听你说，你以前在外地吃过我们家的袋装螺蛳粉是吧？嗯，我在湖北十堰，然后很多那边的朋友都是问我，我都给他们推荐的。之前不在柳州就吃不到正宗的哦。卖袋装的，只能吃袋装是吧？嗯。那边的螺蛳粉店味道都不行的吧？肯定不如我们当地啊。还不如吃袋装是吧？对，刚从外地回来，不到一个月。美女平常也是比较能吃的吗？嗯，还行吧。我去自助餐里面吃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把老板吃的亏本。看不出哦。你带着全村人民的希望过来，万一挑战失败了怎么办？那就无缘回去见江东父老了。所以再紧张我也要吃下去啊。美女，嗯，你一年回一次柳州吃我的粉感觉怎么样？肯定啊，不然我驾了半个小时的车程。阿姨，哎，他说他在外地都是吃你袋装的哦。好吃吗？袋装？嗯。哦哟，那就好，对你的口味就好啊。我也推荐了好多朋友买啊。是吗？非常感谢。平常吃螺蛳粉吃一两还是二两？平时啊，都吃两碗一两。吃两碗一两，平时啊？两碗一两不是菜多一点吗？阿姨，快吃完了不？完了吗？阿姨，你这挑战也太容易成功了嘛，我就没见过失败的。因为你家吃得，你家才吃来挑战呀，那个不吃得的得地来挑战吗？那我是笨蛋喽。是哦，我看你这几天都送了几百箱出去了。我送就送了，那不是阿姨给我们的福利嘛，是吧？这个人家挑战成功，那肯定要遵守诺言呀。哦，吃完了不给啊，你不要说话了，说话等下挨我骂你。要是在外地的话，我每天都要吃一顿螺蛳粉。哦，那么大一盆，吃完了，吃前面吃了两个，感觉好尴尬。马上就成功了，来，美女。你看都是真的哦，祝你挑战成功啊！哇，最开心的时候，小时候得奖状怎么那么开心？这个莫名的自豪感，没想到他那么小个居然能吃三两吧？没办法，一生要强的我。